sunny day. 天气好好，一颗一朵云都没有。 God, there's no queue to it. 这个排队，竟然有排队要买，我疯了！可是我觉得我吃不完。 我在 internet 上面好像还有看到他们讲说，那个面包是可以 refill 的，所以你们如果这一碗，然后要两个人 share 也是可以啊。它的温度也是蛮刚好的，会好像烧烧到用手能够拿。那今天天气，这边天气凉凉冷冷，真的是可以的。
冻这样很久了，那个风吹一下吹一下，那个毛跟那个风一起动一下动一下，特别惬意，超可爱。
check in 了，现在我要去 Newcastle。哇、哦，这个超重，现在还有拿着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头盔，我还 check in 了19公斤。耶、yeah, ，有点期待，今天是中秋节，可以 meet 到他们。See you。